各位各位各位，今天呢，我们要来抽星光锦囊，而星光锦囊呢，就是抽我们梦寐以求的二十星卷的重要道具。没错，今天呢，我们感谢就义爹让我来代抽这个星光锦囊哦。星光锦囊就长这样，二十星卷呢是只能透过星光锦囊抽出来了，那 0.3% 的几率。我希望说呢，等一下我们有机会抽到一个。19星的话是 0.5%， 它有 10% 的几率可以抽到一个叫星光玲珑的东西。那这个东西呢，它是可以抽到更好的东西。啊，当然我觉得20星其实是比较好的。那玲珑星光啊，玲珑星光这个东西它可以抽到很多的像是追加卷啊等等的。那它也是那种过五关斩六将，最后到璀璨星光有机会抽到最猛的24星，突破强化卷 50%。对，我希望等一下我们有机会可以抽到。那这一百抽我们就事不宜迟出发吧。我到的地点呢也是浦区巴斯玛雅家。那我们先抽第一抽来调整一下画面哦。好，13星。好，各位等我一下，我调一下视窗。好，各位，这个我已经把这个放大啦。我们先看一下它的几率，是我们18星以上的几率加起来约有 1.6%、哦、我们希望说这 1.6% 能够多抽到几个20星，好不好？上一次呢我有点惨，就是帮Joey爹代抽有点惨。那以前的经验来看哦，有一次抽超惨，那这一次就会抽很好。那我们来看看会不会照着规则走哦。 Let's go！ 14星强化卷，永远的轮回星火，那它里面有很多奇怪的垃圾啦。那我们期望值是这一百抽能够中一个20星。嗯，哎，17星强化卷它的几率是 1.3%， 我们先中了一个 1.3% 的东西。再一个14星。好，我们10抽抽完中了一个14星哦。对，其实抽到15星以上卷轴它的几率是蛮高的。继续走起。哎，玲珑星光 10%， 它要收集4个才可以开抽。走起走起。哎，等等，这永远的轮回星火太多了。来两个咯，等一下还有机会往上抽哦。传说潜在能力卷 100%， 这个东西的几率是 0.55% 哦。0.55% 哦。就只比那个19星再高一点点哦。17星又中了一个。16星。但我们要的是20星。不会啦，我们等一下就会抽到啦。没有什么电不电的问题啊。哎，完美烙印印章，这些东西根本来闹的。16星一张，来12星、14星、14星，咦，黄金铁锤太多了，16星也太多张了吧。16星、20星，我觉得我们要换地方了。这里上一次抽到好东西就在这了，希望我们在这里能够再创奇迹啊。剩下60抽，走起。14星也很多哎、欸。10星，10星也敢来啊。10星、20星、15星、14星、10星、14星。哎、欸，这个轮回星火太多了吧？我们50抽抽完了，16星也来太多了吧？我们不该不会连一张18星都没有吧？16星又来，玲珑星光3个。哎、欸，18星刚说完就来一张18星，18星的几率是 0.75%。 Why？ 没错，上一次宠物箱在这抽的不错。15星，再一个20啊，4个玲珑星光了，等一下我们可以抽了。16星又来了，还有35抽玲珑星光传说卷 100%。 19 20 20啊，不是20颗核心宝石啊，麦挠。16星又来了，来。15星、10星，别闹，完了，快抽完了、欸。17星，剩20抽。玲珑星光。13星，切拜。20星，拜托给一个。16星，玲珑星光。15星，14、15、16、14个。
二十，海底捞耶！ Yeah! 哎呀，他已经20颗一直来的核心，哇！我们只有抽到2张传说卷100%、啊，天哪，太惨了！好，我们有玲珑星光，我们还可以再挑战一下，看看有没有机会。这东西太坑了，星光结晶体，我们抽了超级多张的16星，是我们抽了10张哎、欸，然后17星3张，然后18星1张。传说卷我们好像抽2张嘛，对不对？没事，我们先抽一个。来，使用星光结晶体这个东西呢，就是会一直过五关斩六将上去哦，它会变成下一个阶段叫星光原石，有50%几率。那在下一个阶段，星光水晶有50%几率。在下一个阶段呢，璀璨星光就有1.5%几率可以抽到24星了。看我们能够一路到哪里，好不好？直接翻盘怎么样？漂亮，各位，星光原石50%中了。那在50%几率可以到星光水晶，看看你有没有机会。星光水晶，哎、欸、哎、欸，星光水晶哎、欸，再一个机会就璀璨星光了哦。我们遮着好不好？我们遮着，各位来了，我跟你们一起从这边看，左下我们要挡住啊，好不好？道具栏看得到，这样子，这样子，这样挡。来了，各位，准备好了吗？好紧张，好紧张，来了，星光水晶，哎、欸，一个什么，一个什么，璀璨星光，我天哪，什么？我们一路这样砍下来，走到了璀璨星光。璀璨星光是可以卖多少钱啊？我们要直接抽吗？他的大奖是那个 1.5%， 我不知道哎、欸。没有，就看 Joey 爹啊，想怎么样啊？ Joey 爹想要再拼吗？我那他在拍卖没有办法啦。对啊，他不能卖拍卖吧？他可以就是让人家买，你代开，然后东西他的。不过这个很难。这个没有办法卖拍卖，他就是讲究一个诚信原则吧。你要开掉，真的假的？那我们来看看哦，好不好？好，那真的开掉喽，来喽，璀璨星光 ，Go！ 一个什么？啊，23星，啊，可惜了，100%，哎、欸，是突破哎、欸，突破100%哎、欸，哎、欸，是突破100%哎、欸。突破100%的几率是12%，它是仅次于24星最好的了。哎、欸，那我们去看看拍卖卖多少啊？嘿、欸，325亿，325亿是多少啊？以现在900亿来看好了，910万，哦，3500左右、欸，哎、欸，这个3500哎、欸，所以哦，这一场战斗高潮迭起啊！在以为我们这100抽都是垃圾的情况下，我们竟然用4颗这个玲珑星光一路这个过关斩将到这个璀璨星光啊，还抽到了这一张价值大概3500的突破一星强化卷100%，哇，好溜啊！原来哦，还有人帮我算完，我们这一次100抽抽完有6500的价值。好了，各位。我们这一次的代抽就到这里啦，哇，这个星光锦囊也是大家期待已久的，希望大家都能够用自己想要的价格去收到你们目标的卷轴哦。那我们这一次的精华就到这里啦，如果觉得不错，记得追随起来，如果觉得更好，可以订阅我这个全职实况，觉得是值得你追随订阅的好选择。好啦。